知道台南的哪里。好，第五头啦，有这个叫做期初特会的预备聚会，在八月底，29、30。那接着这个预备聚会之后，就是全台的大学特会，8月31号到9月1号。你们有些学校会是在9月7号开学，这是第一批，第二批的会在9月14号开学。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全台，但是这一次的大学特会会是同时间两个场地，同时进行。那大可能是新竹以南的，就是在中部香港中心，这个一样的时间。另外一个场地，新竹以北的基宜花，说不定就是在台北的，他们会找一个场地，目前可能是会用 Lico 养生村，所以无论在北或南，你都可以很便当的。但是我们还是鼓励我们大高雄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尽可能参加中部香港的中心的这个大学特会，那么我们这两个场地加起来能够超过2000位的大学生，我们去年1500多位，那今年我们有两个场地，应该要更多的人，而且你们不会睡一次位，不会这个喷挤了，这一次啊，让大家住得舒服，然后专心的进入这个听主说话。好，那我就报告到这里。这个联合报名表，你们的电子档有收到的，请举手。你知道你有收到，光年兄应该都有寄给你们，有看过的举手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报告的目的。回去看你们的信箱，在上一周的大学主教中，这个报名表都已经出了。对，感谢主。将来有好多好多的行动，都需要为这些行动都有祷告。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虚心祷告，就为着要来各样的行动来祷告。阿门。阿门。